1626年， 努尔哈赤亲率20万大军 包围了宁远。 激战开始，明朝将领袁崇焕利用坚固的城墙和几十门红衣大炮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由于努尔哈赤低估了敌方火力威力，缺乏相应的对策和准备，经过几天的激战，大军伤亡惨重。 Thank you.
喊你醒醒，看看你的阿巴汗。他就是你心存的那个人，去吧，皇太极，好好的待他。不，大汗，不，你们都出去吧。我还有话。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已经是大汗的奴仆，我已经决心为他殉葬。你说什么？难道我不比我的父汗更值得你爱吗？你可以比你的父汗更伟大，可是你不可能像他那样，让这么多的好女人一生一世都那么爱着他。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去世。同年，第八子皇太极继承大金汗位。9年后，皇太极改号为清。18年后，清王朝终于进了山海关，入主了北京城。